阿成。我是潘清玉，我在里面饰演是阿成。好，嗨，我是林辉敏，我在《无法辩护》里面饰演的是手枪。我是王柏峰，我在戏里饰演的是裤子。我们之前在开拍之前有去那个龙哥那边有做一些武术的训练，让这场戏可以比较真实一点。下一个，好。怎么样摔会让自己比较安全？嗯，然后又是有可信度嘛。对，现场是马路，对吧、啊？那个可能用力跌倒一次就杀青了。对，人生也是杀了，就杀了。主要我觉得主要是就是当下也可以刚好培养一个默契在，就不会在现场就会觉得就是 KK 的，对。这部戏里头啊，我是演阿成的阿嬤，是一个很辛苦抚养的小孩长大的一个阿嬤。没有想到小孩阿成哦，没有好好教导，就去跟一些不良少年出去做事情。那我呢，就想尽办法替人找律师帮他辩护。就像古时候说的，无钱判死，无钱判死。所以这个阿嬤是一个很辛苦的阿嬤。哦，我在戏里面呢，我是饰演一位大法官啊，他是一个有新政法官，做了很多年了，然后呢，他也有一点那种热情已经没有了，大概就这样子一个角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蓝伟华，现在我们今天是无法辩护公司新创电影的杀青戏，然后我在这里面饰演的角色是一个退休的警察，然后这次角色很不一样，就是我是一个油嘴滑舌的警察，然后每天在讲一些那种垃圾话，然后取悦那个女主角，这样其实还蛮有趣的，到时候记得要收看。